请问妄念跟观想有何差别？啊，心因为有念头而令平静的湖面泛起波浪，但为什么修观的时候却可以令智慧升起？啊，那这些妄念或念头跟智慧有何关系？ 嗯，观啊，就是这个观观察啊，观，呃，我们的修心的这个生观的部分就有两种，一个是观察啊，这个观就是观察，嗯，呃，观察啊，为什么让我们产生呃这个智慧呢？啊，因为。 平时我们很多东西我们不去不去观察，比如说无我啊，佛教讲无我。我们现实生活当中，我们认为呃有一个自我的存在，呃，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我们从来都不去观察有没有这个。 呃，自我啊、呃，从来不观察的，呃，但是修心的时候呢，我们去观察，观察了以后呢，最后发现啊、呃，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自我啊、呃，所以我们就知道了一个道理，发现了一个真相啊、呃。这个发现了真相的这个心就是智慧啊、呃，所以这个观相就可以产生这个智慧，是这样子，这是一个啊、呃。另外一个观呢？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知和观啊，当中的另外一个观啊，是呃是什么？它不是观察啊，不是观察，是呃这个这个我们的内心啊，就是把这些所有的烦恼让它自己慢慢慢慢的沉淀啊，沉淀，沉淀了以后呢，他就看到了他的这个本性，这个是不是他去观察？ 而是他体会到了啊，体悟到了他的这个本心啊，那体悟到了本心，这个就就是智慧啊，就这个关系。